你好，嗨，在吗？你好，老师。好，今天是最后一，the final we will review the lesson 13 to 16. 可以看到吗？可以，老师，你看。好，到去年差不多，那么祝人快聪明，开始跨江夺球。哪里？多久？多久？多久？可以再读一下吗？开开始，好，开始。始。夸奖。Yes，夸奖。Okay. 差不多。很棒，差不多。Okay. 夸奖是什么意思？夸奖是什么意思？夸奖是。老师夸奖你，老师夸奖你是什么意思？Praise，夸奖。开始，开始是什么意思？开始。开始。开始是start，开始上课了，Yes，start 开始，多久？多久是什么意思？多久？你学汉语多久了？多久？Yes，how long？OK。差不多，差不多是什么意思？Yes, almost，差不多。Almost. Yes，OK。可以读一下吗？王先生在在哪？在北京，北京。北京
sleep 住了，差住不了。多，北京住了差半个月。了，差不多八个月了，差不多八个月了。啊，可以再读一下吗？Please try again. 8个月了，在北京住了。在北京住了，在北京住了。差不多八个月了，差不多住了八个差不月多八个月了。好。了。王先生在北京住了差不多半个月了。好，very good。This one，怎么读？我学了，差不多。Can you try again? Can you try this one？怎么读？不对，看你。差不多，什么？差不多什么？我学了。学了个月，3个月，学了差不多三个月汉语了。差不多3个月汉语了。好，哪里是什么意思？哪里？Yes, where? But in this sentence, 是什么意思？是 Show someone's modest. raising yeah yes so Okay. Can you read this one? 怎么读？你这衣服，卖好真看。好看，真好看。真好，真好看。哪里？你的衣服好看。你真聪明，哪里哪里，谢谢你的夸奖，好，谢谢您的夸夸奖。奖。OK，show someone's modest. OK, please remember. OK，也是我们那里小弟。我每天在谢谢才7点。7点
就几点？解就跨奖了，机长了。怎么读机长？Yes，我机每天长才7点就起机床了。长。我每天在7点起床，7点就去。起床才了7点。Yes，show something early。才7点。才基本，赵小明，后天。前田五前点，半，才五点就赵小梅，前天。才五，忙。赵小梅前天才5点就吃晚饭了。赵小敏前天在5点半吃晚饭，就吃晚饭了，就吃晚饭了。就是吃晚饭了。好，this one 怎么读？他们去学校才花了14分钟。Yes，才花了10分钟。OK，show something quickly. OK, are you clear? 才10分钟. Show something quickly. OK, 可以读一下吗？Can you read this text? 张先生，您到台北多久了？我去年8月来的，在车去，在车去了快1年。你在美国学过中文吗？没有，我的中文是在这开始。是的。你学了多久？我学了差不多8个月了，才8个月，就能说得这么好，你真聪明。哪里？谢谢你的夸奖。就能说得那么好。就能说着那么，就能说的那么好。好，在这儿住了，在这儿住了快1年。Can you read this word? 距今搬家3个月，地址离邮空，一顶方片拜访，欢迎
改天做。Can you try again？怎么读？Yes，方便，方便，什么意思？方便。方便是开方车便上是学很方便，开车上学很方便，方方便便是什么意思？方便。啊，可以再说一遍吗？Say again. Say again. Please say again. 方便，方便。Yes, convenient. 方便。怎么谢读谢。？Yes. 拜访，Yes, 谢谢。拜访。改天，改天，改天。改 Please follow me. 改天，OK。改天，what's 天 meaning？什么意思，OK。？Yes, another day. 梨是什么意思？梨。梨是We will review these words later. Okay. 有空是什么意思？有空。有空是 available。Yes, very good. 最近是什么意思？最近，为什么呢？最近，Yes, 最 recent. 近。Yes, OK. 怎么读？离，离就离，，OK，Yes，距离，距离，距离距离。可以怎么说？你的。你的新地址，New address，新地址。哦，你的新地址离我的家很近。Yes，离我家很近。OK，离我家很近。家很近，离我家很近。学校，school，学校。学校离学校，王先生家很远。Yes，离王先生家很远。OK，我在哪？我现在在哪？
Yeah，OK，我在是这，中国，是吗？我在哦，我知中道国，耶，是吗？OK，你你在在中，哪？你在哪？OK，你在哪？我在印度尼西亚。OK，so，我离你很远，我离你很远。OK，are you Oh yeah, clear？very far. Yes, very good. Very far. Can you try 怎么读？现在，now，现在。现在你慢慢的往变，还有射田。OK，这个怎么读？这个怎么读？Birthday，Birthday，生日，上辈生日。子是谁？Yes，生日。Can you try again? 生 Can you try again? 生日。Can you try again? Read again. 现在离妈妈的生日还有10天，十天，还有十天。Yes，还有还有十十天，天。还有十天。现在离 OK，last one。山，山。离上课。上课还有15分钟。Yes，现在离上课还有15分钟。OK，我们现在在做什么？我们现在在做什么？6分钟。OK，我们现在在做什么？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在上课，我们现在在上课。Are you clear？哎呀，having class，我们现在在上课。在上课。Yes。This grammar, do you remember？坐，坐。OK，in case that the action duration is short, I'll try to do something. yeah，坐我着，读这个怎么读想想。？Yes，想想。OK，想想，think，想想。砍书，Yes，看看书。不说音乐，OK，听音乐，听音乐。听音乐。Yes，听音乐。
Speak，哦，射手，说华说语，话，说说话，说说话。OK。说说话，Read，read，read. 读读课文，读读课文。读课文。Yes。谢谢生日生字，Yes, very good。谢谢，写写生字，OK。也写生字。看了看书，Yes，看了看书，OK，了 refers to something that happened。看了看书。看了看书。做了说话，听了听华语 Music，听了听。music，听了音乐，听了听音乐音乐音，Yes，乐。听了听音乐怎么读？拆迁，改我天。的家住海天，海天做了来，我家，改天来。海天来，我家做什么？改天来我家坐坐。放大为三个，上周，上周，last 我看 week，上到周。上周去了睡，生日圣旨，生写了次，写，汉是字。写的是汉字。Yes，Chinese characters，写了写汉字。写了汉字，赵小梅的弟弟，昨天听了听读了读，读音乐，了读。读了读，你在读音乐。哦，Text 课文，读了读课课文。文，读了读课文，OK，读了读课文。入国。Yes，OK，如果。Follow condition. 就 就，okay. This one follow the results. For example. 如果有空，欢迎到我家坐坐。Yes. 欢迎到我家坐坐。如果你要坐北京。明天就明天就。就去骂麦，买票 ticket，yes。呢？明天就去买票吧，明天就去买票票吧。吧，明天去买票。
怎么读这个？怎么读？如果你降血，如果血你想，好，你想，如果你想血好汉鱼，就要。就有好便携，哎，就要好言。就要好好练习。Yes, very good. 练习，练习是什么意思？练习。练习时，练习时，Practice 练习。练习。要好好练习汉语，好吗？好，可以读课文吗？This is text，课文可以读吗？可以读，老师。好。林小姐听说你最棒家了，是上个月办的，现在住在哪儿呢？我的新租子是仁爱野山垛，垛上120箱，设好。离我家很近，我就在仁爱路2段。你上班方便吗？很方便，15分钟就到了。如果有空，欢迎到我家坐坐，谢谢。开店有空一定去拜访您。一定去拜访您，一定去拜访您。一定去拜访您，OK，拜访您。读到，OK，读到，很好，读得很好。九十九，仁爱路仁爱路二段，耳段，仁，Yes，爱路二二段，，Yes，耳仁段。爱路二段。我的新住址新和我地的址，新的新地址。新地址，OK，是什么？我的新地址是什么？我的新地址是仁爱柳山段320箱式号，仁爱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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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七七七，OK，Do you remember？哦耶，区水，Yes，OK，okay。 这个怎么读？路，怎么读这个区。？Yes，居，OK。They are different. I hear. 可以读吗？可以读，老师。开会，同事，半天，办公室。
壁画、民谣、一会儿，重要爱。Can you try again? 开会，哦，一画，这个流化，流化。油画，怎么读？没有。Yes，没有。半天，Yes，半天。中式通，中总式是，总是。哎，三声出总生，是。总是。总是什么意思？总是，勇士是always 总是 always，OK，流化是什么意思？流化。国王惹事，对不起。Okay, 留话，leave a message，留话。重要，重要，是什么意思重要是 important，？Yes, important，重要。开会是什么意思？开会。对，开会，meeting，meeting，have 嗯，a meeting，have 也我忘 a 了说，meeting，开会，开会，在是什么意思？在是行，什么意思？好，next，喂，行，meet，again，again，喂在。，again，在。Once again，再一次，再 say again，再说一次。再说，哦，Okay，read again 是什刚么才意思？read again 是什么意思？再再读读，一次，再读一次。再读一次，再读一次。Yes。再读一次，read again。开会，办公室是什么意思？办公室。Office，Office，Yes，很对 Office，Brochure，，office。Yes，always，通是通，总是。他总是6点起床。Yes，他总是6点起床。我们都是。在网上上课，Yes，上上课，课，晚上上课，在晚上上课。在网上上课，晚上，晚上。网上上课。Yes，晚上上课。一会儿。我先看一会儿书。Yes，我想看一会儿书。半天。Yes，半天，什么意思？半天是什么意思？
quite well. Yes，有点儿时间，有点儿有点儿，时间，有点儿久，哦，时间有点儿时久。间，哦耶，half a day。Yes，这个这个。问题，question 这个问问题，这题，个问题这个太问题太难了。，yes，李温想了半天也不。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做，不会做。不会，不会做。He can't solve the problem. 不会做。不会做。这个题，课文，text，课这个文。课文，这个课文很难。我是我读了说，read，了，读了。我读了半天也读不好。读不好，Yes，读不好读不好。我给喂一句话，你给他你给他绿化了吗？，yes，怎么回答？我给他绿化了，你，我流没化，流有，化嗯。油画，油画，，yes，我没有给他流化。我没有给油画，给谁流化？我没有给。画他，Yes，没有给他我留没话。有给在，我没。Listen，我听，没听清楚，我没听清楚。我没听清楚，请您再补一次。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再说一遍。一遍。一遍。OK，this one，怎么读？这本书很有趣，我还想。我还想再看一遍。Yes，再看一遍。再看一遍是什么意思？再看一遍。One more time. Yes，very good。This grammar refers to something that has happened. 听过，您听过吗？听过你听过吗？，yes，OK，yes，我听过。他买过这买东过西，这种纸，这种纸，这种纸这，yes，种这事，种，yes。OK，请读一下课文，请读课文。方小姐明天上午要
开会吗？哦，明天上午要开会，你通知李先生了吗？我拨了半天电话，终是通往中。你可以到他的办公室去找他。住过了，李先生不在办公室。办公室，你可以他计划了吗？没有，我过一会儿再打，再打。我过一会儿再打电话给他。这件事很重要，今天一定要通知到他。好，我过一会儿再打电话给他。我过一会儿再打电话给他。这件事很重要，今天一定要通知到他。这件事很重要，今天一定要通知到他。李先生不在办公室。李先生不在办公室。我拨了半天电话，总是通话中。我拨了半电话，我拨了半天电话，终是通话中。Yes，总是总是总通话中。，Yes，总是通话中。邮局不仅前面往父母亲熟悉新邮票美国。美国，美国。信。信，什么意思？信什么意思？信是 letter。Yes, very good. Letter. 邮票。邮票，错了，邮票，哎，邮票邮票是什么意思？stamp。Yes, then. 前面，前前面面。是 front，Yes, 前面。前面 Follow me，是前面。front，OK，邮局是什么意思？邮局是什么意思？Yes。office。Near，附近是什么意思？附近是什么意思？父亲是 nearby。Oh, yes, very good. 怎么读？Post office. 邮局，邮局。邮局在哪儿？
邮局在哪儿？在。邮局在往大肥家附近。王大方。往大亨家住附近。Yes，王大方家附近。我想给朋友一封信写了。写一封信，写一封信。写一份寄，一份寄。写一封信。赵小明去 K 老师登寄信了。Yes，继续。Yes，父母亲。父母亲，他在做什么？走路。他在做什么？Yes，他 Walking。在走路。走路。OK，Yes，走路。Okay，他在做什么？他在跑步。Can you follow 跑me？步，他在跑步。大菜跑步，跑 Yes，他步，在跑步。王大房的家。在哪？你往后面就到了。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Yes，往前走就到。我往前走就到。这么多，灵异事，另一个，另一个是方太太。okay，前面有两个人，前面有两个人。前面有两个人，一个是，一个是方先生，另一是方太太。另一个是方太太，另一个。我买了两个两种纸。两种纸，一种纸，
20元一分，100。一包20元一包。一方，另一种。另一另一种种，是另一种。30步。元一包。OK，请读课文。请 Yeah, 问 can you read this 这 text? 附近有？请问这附近有去吗？在前面往前走5分钟就到了。谢谢。我要去有自己2封信，是给朋友的信吗？一封是给父母亲的礼。另一封是寄给朋友的，这2封信都要寄到美国去吗？是啊，不知道邮费有多少，到邮需19，知道了。到邮局一问就知道。到邮局一问就知道了。OK，now, please. Check your Google Classroom. Can you see this one?没有老师，没有吗？课堂练习没有吗？没有。Can you share your screen? Okay. 课堂练习 new assignment。Yes, please. Please do this practice. OK，老师。You should share your screen so I can. OK。
Click it. Should I click now? Yes, please open it and finish.好，第一个，可以第一个选哪个？可以读一下吗？一个小时，一Can you read the first one? each time. To each of them. Okay, please read the first sentence. "请问这附近有邮局吗？" 有邮局。Please read this sentence. 请问这附近有邮局吗？没有。Please follow me. 请问这附近有邮局吗？请问有附近有我？对不起，老师，Can you repeat it again？请问这附近有邮局吗？请问这附近有邮局吗？Oh yes, how to answer? Choose which one? Which one? 'Can you read D 怎么读？在前面，往前走5分钟就到了。
前面，哦，谢谢老师。Okay. Now please please look the three question three.下面. 下面，read the sentence and sister write to fill the brackets. Please move down. This one? Move down. The third question. Okay. Yes, this one. Okay, match. Okay. Okay.一杯牛奶。